胃息肉一定要手术吗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崔曼丽，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。每一个消化科医生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，就是病人拿着胃镜报告来问医生：“我为啥会长息肉？这个息肉要不要做治疗？会不会癌变？”同样是胃息肉，但情况不尽相同。首先是大小不一样，小的如小米粒，中的像绿豆。 大的如花生米，甚至像核桃。其次是多少不一样，有的人就一个，有的人十几、二十个，还有的人胃里密密麻麻的都是息肉。息肉医学上主要包括肿瘤性息肉和非肿瘤性息肉，这两大类又细分很多的息肉类型。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增生性息肉和胃底腺息肉，都属于良性病变，基本没有癌变风险，不必过度担心。 对于腺瘤性息肉，尤其是大于两厘米的息肉，或者息肉尽管没有那么大，但是表面有糜烂甚至溃疡，这样的息肉必须尽早切除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大的息肉要做治疗。如果息肉活检证实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、可疑癌变的，建议是具体情况内镜下切除或者是外科手术治疗。